他说：“2年来，我唯游泳半夜，他睡眠的时候啊，在他床边耳边念佛诵经给他听啊，每一次啊，他的手和身体呀，都会像触电似的。就昨晚我念佛一半时，他忽然坐上来，叫了一声。”讲了一些类似印度话，后来我感觉看到动物一条尾巴清清楚楚这是什么原因？这个是讲小朋友的这个睡觉的时候，你念忽然有这么一个现象。这些现象不要放在心上。佛教导我们，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一个人到这个世间来，前生不一定是在哪一道偶尔在特别因缘之下，会有奇异的状态，让我们接触到那么，如果这个现象是确实的，就可以断定，这个小孩过去生中是从出生到来的，这个也不足以为怪。为什么呢？我们无量界中，哪一个没有当过畜生呢？哪一个没有做过恶鬼呢？没有堕过地狱呢？形形类类的众生，我们过去生中通通都干过啊！现在到人间来，把以前的事情给忘掉了。到哪一天你修行证得阿罗汉果了，这个记忆也就恢复了生生世世的事情自己通通记起来了，都晓得了。所以这个不稀奇，从这些境界，我们肯定人有过去，有未来，肯定有六道轮回。那么最近我找了在美国一些同修请他们帮助我收集外国人对于因果轮回呀这一些报道他们给我寄了好几本书来每一本都这么厚寄了好像现在寄了7本来。这是外国人，现在研究因果轮回呀，相当有成就那么我们现在找我们同修把它翻译出来提供给我们做参考轮回这段事情在东方传的很久，现在外国人非常认真在研究他们肯定这个事情是真的，不是假的。